不要走！不是哦！你不要走！不是我们！你干什么？男子慌张从楼梯间往下冲，刚好被远景逮个正着。就是他，现行犯。不要走！不是哦！你不要走！不是我们！你干什么？英勇压制嫌犯，原来是一名娇小女警，获报有窃案赶来，正好碰见窃嫌跑出来，加上她满脸是血，神色怪异，女警机警一个箭步上前将她逮捕。对她做压制的动作。皮肤白皙、长相清秀的英勇女警冯玉文，24岁，资历4年，专门抓毒品窃盗。这位窃贼真的是踢到铁板。当时这名中年男子呢，就是从5楼走到6楼的时候，他要拿着第一梯子进入屋主家中，但没想到被女屋主发现，立即报警。当时嫌犯从窗户往内看，以为没人在家，要拿梯子爬进6楼民宅，没想到被女屋主见状，马上呼叫弟弟帮忙，双方发生扭打，但嫌犯却趁隙脱逃，却没想到栽在英勇的女警手中。那之后到达之后，在楼梯之间发现一名可疑男子，身上有血迹，一见到警方立刻就要逃跑。那基于警察的专业和经验判断，该名男子就是窃嫌。嫌犯被带回警局，低头不发一语。警方在男子身上取出作案工具扳手和螺丝起子，原本想闯抠门大捞一笔，这位遇上机智女屋主先识别逃脱，却又遇上英勇女警，只能说贼心该败。记者谢耀真、李玉涵，新北市报道。